什么让房子变成一个家？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。家应该是舒适和安全的，家应该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家是心之所在。嗨，我是 Jolin， 我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。不管你要买房还是卖房，让我来帮助你实现家的梦。